项其实都是年轻人的强项，我们两个算是不服老啦，对，不是不服年纪，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。唱彼此对方的歌的时候，哎，心情怎么样？开心可以跟他们一起合作，因为常常在电台我就放他们的歌。我是一个非常独特，既可爱也可以很女人，然后也可以很有技巧，跟他合唱其实算是很喜欢很开心。